誰がやったのか分かるのか。装備と戦術から見て八路軍の特権隊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。今すぐヘルを集め、もう逃げてろ。青山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这是大逆不道啊！七叔公，您瞧见我杀人了吗？那可没有。那在座的各位，你们瞧见我杀人了吗？我被绑起来了，关在柴房里头，那想要什么没有啊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大家伙评评理啊！我觉得大七说的是对的。我说事情啷个巧呢？说不定这个人哦，是你们杀的。我说赵大奶奶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这讲话要讲证据啊。你要说这证据，我还真有。那旺旺跟我一起去的，旺旺可以给我作证，是吧？旺旺，傻子，这孩子嘛，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他不会撒谎。大家都知道，郝大奇救过傻子的命，傻子不会为了报恩再撒谎吧？啊，你带的人就可以作证，我带的人那就不能信。呵，齐叔公啊。这有人好像是把自己当成莽山的皇上，那金口玉言呐，是不是？就算是这样，在大齐嫌疑没有洗清之前，他也不能在分金大会上继任寨主之位。谁说郝大齐不能洗清嫌疑？鬼压萧七，给胡长老报仇啊！这事情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了，是鬼压萧七谋害了胡长老，这笔血债我们记下，一定会讨还回来。莽山之危，不容亵渎。
が爆破され、満車への道が閉ざされました。奴らは山道で安南町へ向かっております。追撃いたしますか。あちらは満さんの銃声があり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。これは奴らの罠だ。今すぐ村上に伝えろ。奴らについて徹底的に調べろ。一人も一瞬でから逃げさせるな。行け。大齐哥，你这是要走啊？任务完成了，戏也不用演了，我得回部队了。那你不要我了？哪能呢？我有机会，我还会回来看你的。我们是兄弟，对不对？嗯。要不你就跟我走到部队上，我唱戏给你。我不能跟你走。我得在这儿守着我爹娘。啊，行行行。哎，你傻子，你先出去玩会儿。哎，可回来了我。慌慌张张的，基地打错了，那是个假基地。啥玩意儿？可能。基地が襲撃され、八郎軍は一線点に撤退だと。今どこの部署が一線点を守っている？花尾省の野郎です。すぐに兵を出して、疑わしい者は絶対に外へ出すな。はい。停停停停停！你他妈耳朵聋了？说哼，你今儿中了头彩了，赶上我直岗，花爷我不识字儿，查！哎哎，不能查！哎，公的，哎公的，别别别别别别！哎，等等等等等！啊，这都站住！没有搜什么搜？お前見張れ。私は派遣上司です。はい。妖爷，山寨的规矩您懂啊？进出山寨的货物都要查。况且呢，刚出了事儿，这责任我可担不起。来人啊，搜！敢搜什么？搜！这谁这么大口气啊？啊？不是怎么查啊？哟，站住站住！你我朋友。是这规矩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山寨都是您的，您定的规矩，你不早说呢？走走走走，别耽误了事儿啊！不许走！大伯，大爷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大爷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小彪，要出关呢，有急事儿？不会是破了山寨的规矩？冲了八路军吗？这哪儿的话呢？这哪能啊！我朋友来看看我。寨主，昨天晚上八路军袭击了安南城，动静还不小。这不管是八路军还是日本人，我们都不想得罪。山寨的规矩是保持中立。如果要是你们这些东西不查呢，以后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，也不好交代。反正这上面什么都没有。查一查也无所谓。来人呐，仔细查一下。别动，都别动！我看谁敢。让开，让开！媳妇，媳妇，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？不是，你是我媳妇儿。不是你去哪儿，我得告诉你。我是你啥？你说呀。这我让你跟我认个祖，你推三阻四的，还闹出这么大个事儿来！我告诉你，我从今以后跟你一刀两断。还有你们一个个，你看什么呢？看笑话呢？眼珠子给你们挖出来！赶紧给姑奶奶报警！少废话！都让开，都让开！走走走走走。
不是我还管不了你了，败家娘们，咱们。哎呀，我大姐，总这么僵着也不是回事儿啊！我今天把话给你挑，我就怀疑你彻底藏着八路军的武器。如果不让搜的话，那我就把各寨的寨主都请过来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既然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把丑话搁到前头。如果您搜不出来，您是我大伯伯，那您没招，是吧？ 但这小三儿左自三番刁难我好几回了，我昨儿呢也把话放过去了，如果再冒犯我，怎么着？自己捅自己一刀，对吧？好，我现在就答应。但是寨主，如果要是从这里搜出东西了呢？朝这儿开枪。 仔细的搜，这里安全了，你们快下来吧。多谢同志。不用谢我，我也不是什么同志，我这么做呢是为了还个人情。现在人情还完了，你们也可以走了。啊，另外，那个马车呀是送给你们用的，你们的武器都装在里面呢。 谢谢了，同志，我们走。姐，你和姐夫这唱的是哪出啊？这几个人，该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？哎，你倒着，你看，三妹啊，你是成不成？你给句话。 这都第三虎了，来，谁愿意和你这破茶叶渣子？我跟你讲，咱俩之间的交易已经了结了，我凭什么还帮你啊？有一些凌乱。送八路军相约可是掉脑袋的事。交易虽然晚了，这情谊不还在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跟你之间有情谊吗？当然有了，比天高，比地厚，比海还要深呢。 行不行？你给句话，茶你也喝了，我也伺候半天了，是不是？行，我就帮你最后一次。太好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这就是还那天你在我爹临位前陪我说话的人情。这事儿完了以后，咱俩谁也不欠谁。 幺妹，咱们俩虽然不是亲姐妹，但也从小一块长大。有些话我憋在心里，不敢跟干娘说，也只能找你说说了。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姐，我从小是个孤儿，被干爹救了以后，当了你的丫鬟，是你跟干爹不嫌弃我，才让我有了干爹和干姐姐的。姐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了。 要是我敢透露出去半个字，我就不得好死。其实你看到的那个郝大奇，是个冒牌货。冒牌货？三爷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啊？不是你瞅好了，没有啊？你确定了？是。 什么都没有，是寨主。哎呀，那你输了。是的。我帮你。哎呦，犹豫的，来来，我帮帮你，你看。 行行行行行，呀呀呀！都赖你刀子我弄脏了。
大伯，那怎么着？醒。 这样，那姐，你跟那个刘邦子都上过床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不都是你跟干娘干的好事儿，我这辈子算被你们毁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对那个真的郝大吉早就没有感情了。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。其实我觉得吧。 那个刘邦子人还不错，至少他比郝大吉聪明啊。那个贪生怕死的怂货，我嫁狗都不会嫁给他的。那你还帮他？我哪帮他了？我那是还他人情。他救过我，救过我爹。我把人情还给他以后，我们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哦，再无瓜葛是吧？那我们干脆把他杀掉，这样谁都不会知道的。你故意的是吧？ 他死了，但我名义上不成寡妇了，说出去好听啊。再说了，我把你当好姐妹，什么秘密都跟你说，你还取笑我。哎呀，姐，其实吧，你说的这些我也不懂，可我总觉得吧，你跟这个刘邦子堂也拜了，亲也成了，床也上了，哎呀呀呀，反正都那样了嘛，干脆嫁给他得了，挺好的。 反正都哪样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啊，你别胡说。哎呀，我心里乱着呢，你让我安静一会儿。哎，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干娘知道啊，她要是知道了，非得杀了刘邦子不可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着呢。 頭、あの葉立ちは我々の邪魔をするばかりだ。私に奴の首を取らせてください。我々はじっくり策を練り、慎重に行動するんだ。お前は奴を見張り、奴が一人になったところを木型に攻撃させろ。村上空には警告しておけ。今回は失敗は許されん。はい、すぐにかかります。 钓鱼呢？我在思考人生。你思考啥呀？曲折呀！就这盘三到底是啥人呢？啊！这我越想越觉得不能待下去。你没看他刚才那股狠劲儿啊？就我把他得罪透透的，我再留下来，他非得整死我不可。先别管他是啥人了，接受组织命令了，就得完成任务。 我可没答应啊！我说到时候再说，命是我自己的，我对你们够意思了，我得走。走，你走试试。哎哎哎，你走开，你走，你走开。哎呀，哎，你能困得住我一时，你还没困得住我一世啊！我不管怎么，我走，你能管能吗？走，不是你干啥呢？你放，反正完不成任务，我就得死。你跨一步，我就想你我。 你这，喏，这咋这样呢？你说你总盯着我看，有意思吗？我脸上有花啊？ 没盯着你，我怕你跑了。你再不去就拉裤兜子里了，快去吧，我保证不走。去吧，去吧。才不相信你。
我终于过来，我以为我死那么多人了，给我，死了，我来。 玷污了咱们这些兄弟们，把他拉一边去。刘邦呢？告诉你，我这些兄弟们参加革命的那一天，已经把生死之志读完了。你这么贪生怕死。 你们叫什么，姓什么？但是我不会让你们的血白流。我保证完成任务。 都过来，都过来啊！警察，警察，给我声音的，给我声音的，全检查。把联名证都拿出来。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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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殿下禁不起这么折腾。这是皇军说的，城里有一病。是是是，现在那可是全城大检查。这条街呢，幸亏我来了。边上那条街呢，那是皇军检查。啊，大家都有疫病的话，那就地就给崩了。你可要注意啊！为良民这儿呢，千万别卖给他药。您放心，我哪敢给您添麻烦呢。 哥，里边都是有良民，走了。慢走，慢走。两个就是给我。 两名长，刚才来我看呀，别呀，还等着，这良辰吉时呢。你看这还有两名证呢。<笑>看你还挺懂事啊。对比。好了，走吧。好了，走了。 大哥，哎，不是，哎，贵爷，您听我给您解释，我们是老百姓，哪敢那个呀？是啊，这是我们家的风俗，钟馗打鬼开路，那得步步见血，不是吗？不瞒您说呀。 就找这么个有年有月、有日找来的，花了我不少银子。是是是。哎，国家我讲难听点。没事没事。哎，我国官一休息。您那还有这风？风啊，您小子倒也是啊。
要钱不要命。这不家里穷吗？也没办法呀，不是。哎，你可真是大好人，同志们，你说呀，我都不敢在这儿耽搁。这得了一病怎么的？一病，一病啊！哎，别！一病，不是。谁笑我太疯狂？要
英雄。